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明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Felicia 陈冠霖。Oh my God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是爱。没有，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就离不开爱这个字，不管是爱彼此还是爱动物、爱亲人、朋友，都是用爱来说话。你觉得他哪里最可爱？除了笑起来很可爱，他也很贴心嘛，对吧？那么巧，你们两个还一起画了爱心。哎，真的吗？哎呦，哎呦。本地艺人啊，哇！想一下 ，OK， 我只能讲说他觉得对方还不错的，嗯。OK， 是真的吗？ Okay， 真的真的真的，因为你怎么发现的？因为他们经常合作嘛，然后其实他也是一直跟我说俊雄人很好。哦，那其实我，靠我自己接触，我也是觉得他心地很善良。他自己跟我说的，他来到新加坡的时候，第一次看到香萍姐的时候就很开心，然后跟他打招呼说很喜欢看到在中国的时候有看他的戏，对吗？对对对。我们在卡巴吃便当，对对对，车里面只有吃便当而已啦。是是是，当然。Oh。 关掉冷气，然后对对对，环保环保。环保。所以你看到我们之前 Instagram 放了一个便当的照片，其实那个是有故事。对，便当的故事。对。哦。我经常会在车里面去享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个场面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这是什么？哦噜噜。哈哈哈哈哈。哦噜噜噜，哦 ，Emily 是么么哒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通常在什么状况之下会说出口？什么状况都会说。就任何状况，就是现在么么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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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亲亲的感觉，但不一定要亲，就是很可爱啊。那重点是要看那个语气，语气的啊，对对。然后我每次会弄很多很怪丑的脸，然后么么哒，然后就很喜欢，我就不了解。哦啰啰，又是，因为他住的地方有两只狗，对，所以他每次他很喜欢动物，他很喜欢跟狗玩耍，所以他每次就胆敢，哎呦 ，so cute on you， 哦啰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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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我们才刚在一起哦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他有太多的人要照顾了，只要他认识的朋友啊什么，他都会为他们就担心去分担，然后去发简讯慰问，然后送这个东西给他们吃，买那个东西给他们吃，有些时候就累到自己很累。哦，我是说我不是无法忍受，我就说可以更艰难，就是。impromptu 这个东西，就当有突如其来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就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招架不住，或者是烦躁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负面的东西来的时候，突然间来没有想到的，就会比较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发生，然后影响到自己。所以我只是希望说，突然发生的东西或者是负面的东西，也可以是我们学习的过程，然后只要心态改一下，就很快就 OK 了。所以。他都有在学习啦，我也有我要进步的地方。喜欢用对方哪一个 moment？ 我喜欢你呢，当他在我面前哭的时候。几时啊？什么时候啊？很多次啊。对啊，当他在我面前哭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啊，我喜欢他，因为。我只知道我怎么样会喜欢一个人是我自己的感受，就他哭我心疼，说明我喜欢他。对，好感动，听到。
我是 reverse bungee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一起搭的时候，我特别害怕，我惧高，然后他也其实也惧高啦，但是我们就一起挑战，要克服那个恐惧。后来从一上去的时候，我就啊，然后他就是牵着我的手 all the way 的，然后他就在上最高的顶峰的时候，他就一直说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然后我就我不行，看着我，你就不会害怕。然后我就看着他了，然后那个画面被我们的朋友捕捉了。对，就有那个 video 可以买嘛，然后我们就 screenshot 给我们看，然后特别有爱，所以其实那一刻我是感觉到很感动，是因为他也一样怕的，只是因为他让我不要怕，所以还睁着眼睛跟我说那一整段话，所以我那时候我特别感动。哎呦，好，哇哦，什么脖子啊？哎，快拿出，不知道哎，就很性感啊，很迷人啊，然后他的锁骨啊，连接着。啊，我的是心有点老套，但是真的，因为他心地很善良，好像我妈妈去可能晒衣服怎么样子的，好像下雨还是怎么样子，他就会很主动的跑过去，然后帮他这样，就小小的东西就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了。所以我觉得你的心，要看到更多么么哒的影片，一定要 subscribe to TCA 么么哒。这样你给我回地气下，不是，That's my focus. That's my focus.